没事儿。老外怎么能知道呢？成年怎么知道？成年就挺愉快。这个是毛毛，胶的毛毛。后面拍两块都刺刺好了。我把机器给转起来转。然后这边再拍过去，从这边，从这边，那么再拍两台，拍两台，两台就行。这样一下子两台能不能拍得出来呀？两台。不能。不能。拍一个宽的，一个窄的。那这边是宽的嘛？那边是窄的。两台就切的就不一样。那它如果切美纹纸胶带的宽度，就是单斜刀的话，它切宽的会有受影响吗？就是不是很平整，切也可以切。双面刀就是切比较宽的，效果比较好。够了，等一下我再扫个大图。可以了啊。嗯。手一定要这样，先开一下，直接手一点，这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手在那边，拿那手开，直接手一点。需要再跨一跨一点。Thank you.
不用拍了，这这两个就不用拍了，然后你这个。半天搞完了吗？半天，我让他们按睡觉，按睡觉。应该要去的。好，再转一手嘛，好，再转一手就 OK 了，继续转一手，就这样。膜要不要卸掉？不要卸。好，不要卸吧，可以把上面再交换过来就行了嘛。好。再卸掉就没膜了。哎，你转的啊，他拉链子拉的刁啊。上面都行。
麻素呢，看了300。少付点呗。好了吧？嗯。你先把标抓过去。嗯。怎么回事？这个减速时间我知道。有他妈的400的一个模具还可能要恢复到。那怎么测呀？到下面去吧。测一下都。这气量才多少？140啊。啊！不管，让。120。开始。120。导致150。行。没给洗个坡度，那自己还对一下，这个用我给洗一下，就这样洗。再走。说明白了吗？穿吧。哎呦！这边注意拉一下一块钱。慢。第二块七块。这个谁剪的最漂亮？头上摆。头上。哦，那个开呀！我靠。少付点呗。好了吧？嗯。你先把标抓过去。嗯。好。Thank you.
好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减速时间。